我拿下！小姐，我和先王妃真的有这么像吗？老天有眼，罚您偏心。住口！这是你做女儿该说的话吗？是您先为了儿子把女儿给卖了。胡说八道！ 这怎么能是卖？老王爷来娶梁30年了，就这么一次选侍，那多少人一辈子都赶不上的好福气，让你给赶上了。为娘，绝不允许这机会让你白白错过。这样的福气，女儿不要。由不得你要不要。老王爷从来不选侍，那这回也是君上特意下诏给王爷续弦，你去打听打听。 为了进府选试，谁不是挖空了心思四处打听呀？要不是娘运气好，打听到三公子贺连信的姚夫人要扶植选女，咱有银子都没地儿使去。可我怎么听说，姚夫人答应娘，若是我被选中的话，就给我搁在府里谋个职位。啊？娘，这是真的吗？是又如何？ 家里养了你这么大了，为家里为你哥做点事情，怎么了？哥，你要当官了，你快活吗？妹子，哥一定会记着你的好的。<笑>你们都快活了，那我呢？ 这画像上的人是谁啊？为何非选像他的不可？这画像上的人是王爷的病，也是公子底的命。王爷，世子和四公子来探望王爷，在门外候着。 玉德成，在。今儿出去啊。回王爷，今天初一，敬九月了。敬九月，三十年了，你都走了三十年了。我也老了。等我还经常想起你，想起我们曾经相伴的时光。宋管，修公子，父亲是否真心愿意续弦？王爷是否真心？老仆不敢妄加揣测。此次君上体恤王爷对先王妃的相思之苦，特下诏为王爷续弦。 只是希望为王爷找个人能待在身边，陪他说说话，解解闷儿。老仆只希望明日有哪家小姐与先王妃长得有几分相似之处，也能解解王爷相思之苦。我答应去选侍了。你说什么？一哥哥刚才来是跟我道别的，我真没想到，我一片真心。 他竟然如此懦弱！莲儿，那咱这就去信公子邸，别让姚夫人久等。哎，等等，我说去选侍，可没说去见姚夫人。你摔糊涂了，姚夫人在王府那可是手眼通天啊，只要她一句话，选侍的事就板上钉钉了。我要是没本事自己选上，就算进了王府又有什么出路呢？再说了，让我一辈子受姚夫人摆布。 我可不干，四夫人也来了。四夫人真是有心啊，
事事都不忘替修公子操劳，姚夫人对三哥不也是一样？对了，好些日子没见三哥了，不知他最近又添了些什么玩物？还能有什么呀？就是变着法儿的带回些首饰。哎呀，我只有一个头，一双手，你说怎么带得完呢？倒是像四夫人这样，素素静静的也挺好的。 夫人真是好脾气，她只是个侧夫人，仗着爹爹有些势力，竟敢跟夫人这么嚣张。她爹是南靖按察使，连王爷都要让几分，她也并非没有嚣张的资本。谁嘲弄公子，都没有他四夫人的份儿。想当初公子对她，公子对她怎么了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奴婢该死。 把头抬起来，姚夫人在跟你说话，你没听见吗？大胆，你竟敢故意跟姚夫人作对，还不快把手放下！我让你把手放下！湘云样貌丑陋，怕惊扰到夫人，所以才遮掩。 吕大夫，吕大夫，我这病……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！原来全曲梁最好的大夫是这么豪迈的。选完了吗？选中了。这吕大夫的药啊，这么灵验，真的。 很难被选中，真的。你的脸疼不疼啊？就算再疼，我也不怕。唉。
来来来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哎哎哎哎，对不起了，各位街坊邻居，我吕北义今日有喜，停业一天，请大家明日再来，腰费准备，分文不取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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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
受贿了，该当何罪呀？爹，你抓住他了！是，招人嫌。多大时间？老百姓上大上。 洛青莲，洛荣与私收贿赂证据确凿，我手上还有你母亲与天津会勾结的证据，你看着办吧。莲儿，都是娘的错，娘对不起你，娘不该把你的一辈子都搭上。 我给罗家抹了黑，给祖宗抹了黑，活着也没什么意思。我答应了。你答应了。 姚夫人，我答应了，但你也要保证一件事情：从此以后，永远不要再为难我的家人。放心，只要你乖乖的在王府待着，我就不会为难你娘。来人，把他们送出去。等等。 一哥哥，你怪我吗？我当然不会怪你。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只会怪我自己。里外带他们走吧。里外合。行。
说吧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？不着急，公子。公子，这……让我明白。你就是贺连信。大胆！贺连信。问信公子安，上次的人情奴婢已经还了，还请信公子以后不要再来了。哎，来来来，我和先王妃真的有这么像吗？奴婢陪了小姐十几年，从容貌到性情，没有人比奴婢更清楚。正因为这样，这些年许多公子夫人来找过奴婢，希望通过奴婢这双眼睛找一个和小姐相像的人，去王爷那里讨些好处。奴婢怕玷污小姐，从来就没答应过。可那天见到你，从容貌到心情，怎么就能和小姐这么像？锦芳嬷嬷，方才呢，我擅作主张，给你请了几天的假，如果你愿意。现在就可以就可以出府休养。奴婢愿随信公子出府，祝青莲小姐中选。你找我来，到底想要做什么？锦芳嬷嬷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为了讨好我父亲呢。别的公子或许是，但信公子你一定不是。王爷治理曲梁并不昏聩，别说是一个像先王妃的女人，就算是先王妃自己，王爷也未必会听。信公子这么多年费尽心思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贤公子，怎么可能为了这么没有把握的事情而冒险？要不然为了什么呢？我听说先王妃薨逝没几天，王爷便立了世子。这么多年世子娇蛮放纵，可王爷依然对其寄予厚望，谁都明白这是念了先王妃的旧情。可现在如果出现一个女人取代了先王妃，那么世子的位子还保得住吗？